美南银行第十二届清寒学生助学奖学金的颁奖典礼于上周四在总行的二楼大厅内举行，颁给五名学子的奖学金共计5000元。美南银行 CEO Gary Owens 强调，奖学金设立目的是在于投资未来人才，希望这五名学生的大学生涯再接再厉，课内和课外均取得优异成绩。当天除了获奖的学子之外，银行董事长李兆宽、执行长 Gary Owens、 董事成员黄泰生、洪公仪、侯思翰以及学生的家属亲自到场参观礼，并且合影留念。董事会秘书 Bessie Lam 宣布，美南银行第十二届清寒学生奖助学金申请已于2017年4月底截止。此次递件者总计共有来自不同学区30多位应届毕业学子的申请。作为社区银行的美南银行，为尽应有之社会责任与回馈社区。此次每位申请学生不论是在课业或者课外成绩皆非常优秀，特别是其中有多位华裔学生，无论是在学校成绩以及 SAT 成绩都非常的杰出，因此此次奖学金申请及审核决议竞争激烈。在美南银行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多次审核及考量下，依据学生学业的成绩、高中期间的社会活动经历和学生对于理想抱负自我介绍文章陈述等多项凭证，在参考老师的推荐信及家庭经济的需求，经过反复审核，最终选出了5名2017年美南银行奖学金得主。颁奖典礼中，银行 CEO Gary Owen 在致辞赞扬了学子们的勤奋努力，并鼓励他们对于未来人生前景的规划。奖学金得主与家人一起参与颁奖仪式，他们感谢美南银行回馈社区，并表示会好好的利用奖学金，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获得更好的成绩。